我们大概来看一下，它这个控制项呢，最基本能够做到什么样的效果？那首先的话，我们把它打开来，大概了解一下它里面这个范例里面呢有哪一些东西。首先的话，上面有一个资料来源，资料来源部分的话呢，里面呢我们放了一些资料，资料的部分呢是用那个 assets 部分，里面有个class哦，学生基本资料。那当然各位可以把它改成其他的资料或者其他资料啊。那这边的话里面有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哦，把它打开来看一下。那这些资料的话呢，我想要把它秀在网页上面的话，比如这些包含座号一直到电话，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我可以用在底下加上一个 list service one。 那这个 list service one 把它拖拉过来之后的话呢，相关的设定哦，里面大概这边哦，基本上我们只有增加一个，就是说要不要 insert item， 就是要不要能不能新增资料的部分。如果你要新增资料，新增在哪里？这边的话你还可以再选取。如果你今天要新增资料，你可以选择在最下面的一个 item， 或者在什么 first item。 First item 你会发现呢，它就怎么样呢，在上面新增，在下面新增，其实这个功能还蛮好的，以往你要写到这样的效果的话，其实也很花时间。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，你只要做稍微的设定之后，马上就帮你显示一个新增的栏位的一个表单出来了，你完全不用写任何一行程式，这样一个动作。那我把它执行起来给各位看一下，执行之后的话呢，那各位可以看到。 我就可以很快速的把资料呢从那个资料库里面把它抓出来，并且呢可以秀出来我要的这个部分。那里面的话呢，当然我们可以有包含这些功能，你像编辑删除，编辑功能，所以这里编辑功能也有更正一下。那如果说呢不过更新的话 ，OK 也没有问题。那如果删除的话也可以删除，所以你会发现 像这个 list view 其实来使用的话，其实非常便利，更加快了你的设计的脚步了。你会发现哇，一下子东西就上去了。只要你把资料库 ready 之后，后面的几乎就好了。而且如果说你的案子不是很大的话，一般的部门内部用或者是中小企业用的话，这样就已经很棒了。OK 各位先试试看吧，把这个地方先了解一下。 然后呢，也试着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学生基本资料，那请各位也试着把那个资料看看，把它也改一下，就是说在这个地方，原来它是用的是那个SS 2007的版本嘛，我记得，那请各位也把这个地方改成那个 SQL Server 的版本看看好了。